打歌叫《请说客语》。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？创意是从哪里来？其实是跟我妈妈那个年代，因为她跟我说，他们在学校，如果因为推行国语嘛，那如果你在学校不小心讲方言、讲客家话啊、你要被同学抓到或被老师抓到，你就要挂一个牌子，写说“请说国语”。那因为你被抓到的人，你会觉得，哇，很不好意思，你想把牌子交出去，那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要去抓另外一个讲客家话的人。所以呢，你要偷听人家讲客家话，然后他讲到、听到、抓到啊，那我就要。但很多人都不见得会那么，因为会赖皮嘛，都在教室里面跑来跑去。他说这个感觉就好像007在追坏人的感觉。用何空来玩，要含泪了。